看不好看，都不敢动，现在是个毛坯房。有什么这么散的？你看它，这还没有热起来呢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胶枪。会交枪了都，我还没设计好，我只想把这一排先贴好，对吧？贴黄色合理不？因为觉得这个衣服要想要亮一点，然后所以就一会儿就来搞一下。我觉得这个锁芯够啊，我们就把这边也贴上。来给我瞎搞，哦，还挺好看的呢，有没有？嗯，我们要做出亚历山大王。我是给它先摆好了再用钉枪，还是说边弄边弄？因为它都是排满的了。嗯，是不是现在还不错呢？没关系，它溢出来旁边也 是它溢出来旁边也是钻了。我刚才想来想去啊，我觉得还是贴黄钻，不要贴彩钻了，就这样。然后把这都给贴上去，bling bling bling。如果要贴这种小的，你要不要拿501那个胶贴呢？还不如拿101胶贴。到底是101还是501？他俩都是一个东西。那赶紧帮我定一个吧。那边，是不？他跟那个黄色衣服就显得他就是融为一体的。这再来几条，越来越短，越来越短，越来越短，就这样。初步设计出来了。嗯，这也是凭你十几年舞台经验做出来。对，还没有到缝补的戏。附近有没有那种搞衣服的店，就是我们弄好了他能帮我们很巧妙的搞上去。所以最近我的团队已经被我折腾死掉了。这样子好看不？张开的双手。亚历山大，我现在亚历山大的王。啊，好废啊。哦，你长得太好看了。你这个好贴多了，你这个好贴多了多了。刚刚上来都没有问题的，一会儿就来搞。哼哼，我刚刚穿上衣服，发现最重要的是这一块。你看好看不？好看，好看不？好看。好看，现在这个光都很合理。嗯，我不敢动，现在是个毛坯房。有什么这么散的？你看它。而且我这么贴了，造型师同意吗？我这衣服还还呢。你看真人秀，我一点都不担心啊，他老有意思了。